心和头脑总是静不下来，所以做事情反应比较慢，晚上睡觉也好多梦，睡醒觉的时候觉得好累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的灵不静，灵魂的灵呢，不静，不安静呢、哦、那怎么办呢？练习你的灵安静呢，练习你的灵安静呢，要先求你的心静，对不对？要心先安静，要求你的心安静呢，那要求你的心啊干净，呵呵，绕口令，是不是？那求你的心干净呢，那就得把我们这绝活里面呢该要做的功课要做到，你的心比较容易干净，是不是？然后为什么会失眠？哦，为什么老是心和头脑静不下来？这些以前我们在共修课还在别的课都讲过，好，有些可能在 YouTube 上面你可以找来，好看看是怎么回事，听听。总而言之，身心灵，身做错了事情，到错了地方，啊，就是身处其境上，不该犯其中，却犯了。产生心不净，不干净，心不干净引起心不清净，心不清净调动了灵魂不清净，其实 它中间就长这样。那反过来呢，灵魂主动不清净呢，因为里面的 data 在作祟，所以要怎么办呢？就是如法实修，内外双运，从内好，解决问题到外，还是从外解决问题到内，总而言之你都要去行，行啊，走路啊，行啊，要做哦，才有意义，才能够立竿见影，否则都是白谈，没有用。所以为什么那么多人讲经说法，但是自己不见得清净？因为讲经不见得有实作，听经也不见得有实作，但是你要行经才能够深得其中的意境，而进步提升超越，这就是修行最基础的东西。好，所以你进入超码，如果搞了半天了，你还在心静不静，你就真的在原地踏步。所以你进了超码，应该心静与否，应该是老早已经征服了。进来里面三个月半年，应该已经就是达到一定的，对不对？这叫什么？这叫功夫。什么功夫？调动的功夫。你说每个人要在红尘里面要很静，很难的，是不是？但是你要会调动嘛。调动有时候调动，哎，觉得环境太差，怎么调动？那会营造嘛，是不是？